公司田基城市古厝，它大概在1884年的时候创建的。然后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农家的形态。早期淡海新市镇这一块都是附近都是田地啦，都是耕作的田地。那城市古厝它的特别就是它跟这个地区的发展其实息息相关。虽然它只是一个居住在当地普通三合院的小老百姓的传统建筑而已，那这也展现了城市古厝不同于其他大官大商的宅地，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农户的住宅。这个协会在经营管理这一个房子的过程当中，特别引入了所谓的农家生活。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贴切于原来古迹的特性，那各式农具的展示，然后城市家族的历史以及个人的发展，都成为这栋小房子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分。那这个对很多的三合院建筑在做再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且精致的一个小案例。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协会透过跟社区民众之间的活动的举办，特别是一些乡土课程的举办，让淡海新市镇这一个新兴的地区，在很多新的住民进入这个地区居住的时候，其实古厝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特色地景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区域。那也透过生活课程的一些举办，跟社区可以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至少在这一个案例上，虽然它很小，但是得到了一个很有成效的一个结果。古厝这边园区大概有900坪，然后就是户外空间占了大部分，然后室内部分其实只有90坪。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三合院的一个建筑，它正面有5开间。那我们在进驻在这个园区里面，就是目前有大概5个就是艺文工作的团队一起合作，然后在这里使用它，就是建筑的特色的一个常设展。那这个是就是文化局本身就是常设在这里，那我们在这边的工作人员就是值班的时候都会帮游客做一些解说的服务。好，然后另外还会有就是一些旧的家具的陈设，那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是想要呼应到陈家以前在这边生活的一个样貌。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文史书房，那书房里面就是放了很多就是淡水的文史工作者的老师他们长期研究淡水的一些史料所需要的资料。那这个部分也会定期举办读书会，就是让一些解说员然后来这里培训，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在最后在护龙那边就是有设一个木工的机具间，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推了3年多的一个木作的教学。那我们的那个木工课程主要都是做一些小型的家具。我们城市古厝这边的话，我们淡水古迹博物馆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建筑的维护。那协会这边的话，主要就是空间活化的部分。那平常每天的话，就是除了环境的整理清洁，那我们这边还有保全跟植栽的维护。那另外就是定期就是做一些建筑物的可能它的一些使用的情况啦，做一些回报跟巡检。那如果有任何的异状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会由我们古迹博物馆这边来进行修缮。那防灾的部分，我们就是都有定一个防灾的计划。那每年的就是6月到10月这个可能台风季的期间呢，我们都会特别注意古厝防灾的部分，像是它的门窗，因为古厝有很多的门窗，那时常就是要做一些在台风期间要做一些防水的部分，那比较害怕的是水灾的部分这样子。那我们都定期的巡视之外呢，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房子里面漏水的情况也有定期的回报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公司田基城市古厝来玩哦，然后来看我们的木工教室跟我们的手作教室，那还有我们的古厝小花园，欢迎大家。